Hello， 大家好，我是 Simon， 今天来玩德国的7201哦。OK， 我们直接进战斗哦。这边的话，他太久没有出场了，来港湾哦，第一场。基本上德国的话，我只剩下一台100还没有研发。小伙伴有问过我蛮多次的哦，会不会研发？我这边的话，后面的话绝对会把它研发出来哦。因为圣诞节活动就是已经要开始了，如果是说我现在的话研发的话，我可能圣诞节有那个活动的话，我的自由经验就不够哦，然后还有就是要预留一些经验给那个新来的那个美国那个苏联的那个轻型坦克哦，T100LT 哦，这边的话经验很吃紧，所以我后面的话我会留经验，对啊，进行一个研发，然后顺便当做这段时间哦，就存一些那个银币啊、金币啊，然后就是对以后的研发会有帮助，因为银币的话基本上已经算是小小的不够了，这边的话要稍微再存一点回来，来直接进战斗哦。对方的话很像还没有出现的样子，一台120没有工会的，然后这边的话没有点亮坚守岗位，行，这边的话坚守岗位是可以的，问题是这边哦没穿，两炮都没穿，好，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7201的装甲完全的发挥了优势哦，这边的话往前走，他们的坦克现在的话基本上是被架在这边的，我们这边的话来小心一点，哇，我这台 T2014 想要硬上，这台 T2014 想要硬上，他们120迟来了，可是有到哦。我这边的话来，我们往上爬，我们来打这台。OK， 哇，这台14还没穿我。OK， 他没穿我就血亏。我们这边的话来，我们的 T2014 OK， 大哥哦，你不要这样玩，我们这台大哥又进了一个城。哇，这边的话来，他蟋蟀，哦，我的天 ，OK， 蟋蟀打我不打他，蟋蟀躲得好，这边的话来往后退一点。哎呦，大哥，你还想要出来打我？我这边的话，来，我不行了。OK， 他没穿我就行哦。OK， 不是不行哦，我行哦。OK 哦，来哦，这台111啊，胆小鬼，你现在才来，我的阻挡伤害已经来到了3000多了。你这边的话还不赶紧上？我们的 T2014 已经没有血量，现在进行一个包饺子，我们来打，先打这台蟋蟀。OK， 来，让你打我，对，让你打我。我们切换一个那个高爆弹 ，OK 哦，切换一个高爆弹，我打他 ，OK， 把他顶上来 ，OK， 哇 ，OK， 行 ，OK， 这是什么操作啊 ？OK， 他们那边的话120被带走了，这还 OK， 我们这个应该是在念车 ，OK 哦，加油念哦，这边的话如果研发了一个那个WJ113 GFT 的话会很强势哦，这台9级的话是好在它的装甲，它比我们的那个10级的中国驱逐坦克的装甲还要好一点。OK， 好啊，这边的话它依然在绕我们这台哦，来哦 ，OK， 一炮哦，你这场的话就贡献一炮了。OK， 好，这边的话来小伙伴的话全部都睡醒哦，陆续的来集火了，然后他们的 S7 的话307这边的话不用看了 ，OK 取胜，然后还有一台那个帝王蟹 ，OK， 我的爱车。帝王蟹是直接被逼到一个沟里吗？还是他自己跑到那个下水沟里面去？我们小伙伴这边的话，来把他集火，这场能赢。OK， 我的天啊，为什么 S7 不射击啊？打不穿吗？没有理由啊！上那个高打低的话，装甲应该会被吃透透。这边的话，来 OK 取胜了。OK， 我们的720哦，装甲非常的好，打了3676哦，他们这台蟋蟀 OK 哦，很会玩哦，我那边的话给他一个棒棒哦，玩得很好，然后其他小伙伴的话不遑多让，哇哦，这个真的是开一炮。OK， 他在念车，好，好好的加油念车哦，这边的话来我们取胜了3676，来玩第二场哦，我们的7201哦，基本上我很想玩100，只是说资源有限哦，所以后面的话会再想办法，就是努力存资源。来第二场的话，轻型坦克一台，我们这边的话一台1/7，对面的话是一台那个英国轻型坦克10级，哇，糟糕！这场的话驱逐坦克偏多，然后视野的话被压制，我们小伙伴的话1/7起手在挂机。OK， 他挂机的话，我们就没有视野了，而且 OK 他动了也来不及了。我们自己往前看一下。OK， B 点在占领。OK， Nice， 漂亮哦，果然是他看得见我，我看不见他。OK， 我们这边的话往前走，
哇，这边还有一台，这边还有一台，这边还有一台。哦，我的天，没有瞄到他，有瞄到他的话，给他一炮。这边的话就不亏，他们 C 点来占领了。嗯，然后这边还有一台，对，这边还有一台。哎呦，大哥，我打得中你耶，大哥，我打得中你耶，你干嘛？你爬得太高了吧？我跟你说，他很贪心哦，他想要搭我们那边的小伙伴，可是他爬得太高了。OK， 这边的话有一台E4。哇，我的天，哦，哇，三炮装了，哎，不是两炮装了 N6， 两炮装的 N6 哦，这边的话要小心一点，我们小伙伴那边的话打得出优势，驱逐坦克太被动了，然后我们的那个七分之一的话，好像不太行的样子，这边的话来看，哎呦，这个不会玩了，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一看就不会玩，我们这边的话还是要小心它，不然的话还是能打中我们。4005的话 ，OK， 我们七分之一很呆哦，跑去另外一边哦，然后被集火了。这台4005躲起来了，哇，我的天啊！这场的话 ，OK， 我们的百兔上了，我这边的话，我们的 C 点的话也要凉了，我们的 C 点也要凉了，对。他会过来吗？这台不会，他这台不会过来，我给不到他一炮 ，OK， 这个家伙，OK 哦，这个高手，打。OK 大哥 ，OK 大哥，你打不穿我。我这边两台驱逐坦克满血，我们只能靠他们了。哦，我的天，这台想要走 ，OK 留人，拜拜。OK 哦，这场的话也不一定呢。哇，轻型坦克绕到这边来了，漂亮哎，他竟然会躲我们的驱逐坦克哎。这边的话他要走位，对，他要走位，可是他走位好像来不及我的装填哦。来给你一炮，带着没有血量上去找我们的私运吧。OK， 好，这边的话是把他带走，E4 也来到这边了， 4005在上面，所以E4这边的话是一个只有他一台，我们打他，然后瞄准他的那个什么 ，OK， 哇，他们4005在打我，OK， 赶紧退，躲他一下，哇， 4005刚刚集火我差一点被带走，他们的 T2015，OK，、okay， 他还有一炮，我们这边的话来做一个牺牲打，哎呀，没哈。他摆动了一下，我刚刚没办法瞄准他，瞄不到。OK， 他们的那个欧洲线没了。哇，这场很惊险，这样还能赢 ？OK， 取胜了。OK， 哇，吓出一身冷汗。OK， 这场的话打了3453哦 ，OK， 赚了20000的银币，没亏钱哦。发现四个敌人哦，自己把那个中型坦克的那个工作拿起来做，往一个 B 点走。OK， 不错，有发现四个敌人。打了3543，他们这台 N6 哦 ，OK 新手 ，OK 好取胜了哦，OK 哦 nice 哦，还有拿到一个那个不死鸟啊那个勋章哦，哎承受十次还是十一次的那个潜在伤害哦，然后就是跳弹哦，这边的话来第三场两台轻型坦克，哎我让小伙伴往这边走，我看一下我小伙伴会不会支援哦，轻型坦克的话我不能走捷径。很容易被抓，我们只能规规矩矩的往旁边这边慢慢爬上去。OK 哦，720一爬的话会很慢。坚守岗位哦，这边的话，小班给我一点时间。我们的哇，不要，走好来。我们的 E3 哦，进行了一波大胆的走。对哦，他们的那个OK 漂亮。他们的坦克有来点亮哦，还好我没有就是直接从那个。前面走一个捷径哦，不然的话，平常我很喜欢这样走。我会看他们的那个中轻坦的配置哦。如果是说机动偏慢或者是数量偏少的话，我会直接切捷径哦。还好刚刚我没切哦，不然的话我就可能要挨那个 T921一炮。好，这边的话来好了解坚守岗位哦，能给的指令尽量给出去。他们的 T2015 回防了，来我们这边的话和他进行一波对抗。我要上，哇，他们机动好的果然都在前面哦。这边的话来他们的 C 帅，哇，这台 ，OK， 这个哇，高爆弹 ，C 帅的那个高爆弹 ，OK， nice， 漂亮，乱冲啊，这台 5A， 哇，第二台乱冲而来了 ，OK， 哇，他直接傻眼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哦 ，OK， 一台乱冲，一台也乱冲，然后直接掉了一堆血。他们两台那个轻型坦克的话都已经就是走错位了，对，他们都走错位，我们这边的话来好好瞄准，
哎呦呀，跟我这个连这个炮塔都打得穿了，小伙伴要买260的话要慎选了，这个炮塔都打得穿。OK， 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好好了解坚守岗位哦。OK， 他们那个 OK，nice， 他们两台轻型都没有了，两台轻型都凉了。然后这边的话，蟋蟀在一个这个位置。OK， 我们大胆一波了，不用客气了。这边的话大胆一波，来，再见来不及回首哦。OK， 蟋蟀出来了，来，你也打不中我。T9516，然后 OK， 这台哇，我们的 OK， 我们也有一台呆瓜，我们也有一台呆瓜在冲。OK， 让他从这边的话来，这台会想要出来哦，来哦，出来就打你哦。OK， 他不敢出来，又想出来了吗 ？OK， 他在和我们玩那个什么，来给你一炮 ，OK， 让你玩前后摇摆。OK， 两台都没血了 ，OK， 这个 ，OK， 看不上眼了，OK， 来不及啊，看不上也没用啊，没人让我打了。这边的话，来，我们来打这台，赶紧，我的，OK 哦，这台50B想要抢。OK， 我是蟋蟀。OK， 好，这边的话，他把蟋蟀给拿掉了。行，一人拿一个哈。OK， 好，第三趟我们也取胜了，3238，然后没有亏钱，赚了14000的银币哦。OK， 我就是基本上我都是靠这些在累积我的银币，所以为什么小伙伴每次说我玩实际方为什么就是不会亏钱，我都是这样哦，一点点的赚，一点点的赚，那所以就形成不亏哦。OK， 好，这边的话来取胜了，发现一个敌人哦，对面乱来一波哦，尤其是他们的这台哦1115A 哦 ，OK 哦，哇，新手 ，OK， 加油哦，玩一个十级的收藏车的话 ，OK， 他太紧张了，开场的话直接被带走，他们的 T921 哦也是哦，然后英国精英坦克的话也跑了，最后的话在侧面哦，我们家里的一个起点被带走 ，OK， 取胜了。OK 好，来这边的话来 OK 三连胜哦，来玩第四场。OK 好，今天是一个假日哦，所以的话假日的话玩的话会比较危险，能取胜哦都是运气哦，刚好很久没玩它了，我们今天哦就是玩它了。100的话我后面的话会尽量的话就是如果 OK 的话，如果就是说省吃俭用一点的话，我会提早研发100，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是等到经验过了我才会对它进行一个研发。来这场的话对面的话有一台 150N 哦，我们的话是一台那个 T5A， 哇糟糕， T5A 的话没办法打赢 150N， 我们还有一台轻型坦克哦，不过两台的话都是9级哦，对方是一台10级哦，哇这让我想起了某些画面，基本上我有时候也是会遇到这种哦，就是对方一台那个10级哦，然后我们两台那个9级的中轻型坦克，或者是两台中型坦克，他们会不敢压哦，不敢压的话，然后就变成一台中型坦克把一个 C 点拿下来，这会很糟糕哦。这边的话，哇我的天，哇这台260，不会吧？这台260已经到家里了，有没有搞错 ？OK， 我们这边的话，来我们等，他绝对会犯错，哇他犯错，直接被带走。开场的话不到一分钟。开场50多秒，他直接被带走，哇！这场的话漂亮了，他们的183上来，他们的那个这台也来了，哇！我的天，给了我一炮。OK， 这边的话来，没，他没穿，我们这边的话来打，我们来打这台，对，哎呦，你打了我一炮，你还想走？183上来了，我要下去了，100你小心，183上来了，我要下去。OK， 没穿 ，OK， nice， 漂亮。他把这炮浪费在我身上了，然后他们的那个183要来了。OK， 我这边的话我不上去哦，不能上。他要开炮了，我要上。他已经在瞄准，他不可能会换第二个目标哦。这边的话来给他一炮，一人给他一炮。OK， 漂亮 ，nice。183开炮了，这边的话来往前走。哇，这台，我的天，哦，赶紧，躲，我们的100很凶哦。OK， 四臂来，先处理好。哇，我打开一个聊天干嘛？OK， 把他们的这台带走了。哇，这场的话很危险。我们的坦克215哦，我们的两台中轻型没了哦。215这边的话没有支援到吗？为什么他会这样 ？OK， 150现在这个位置，先打他。哇，这场的话要凉了，我们的150，哎，不是我们的215，不是150，我们的蟋蟀走了另外一个位置。哇，这边的话我要守株待兔吗？很像不行哦，他们很像要压过来，对他们要压过来。OK， 这台60TB 想要来打我，对，这边的话来小心一点，对，小心一点，他还想要瞄我，对，他还想要瞄我，这边的话来骗他，
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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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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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的天我的天，哦不行不行不行，摆下摆下不要开炮了，哈哈哈哈。 OK， 他瞄的好辛苦，这边的话来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蟋蟀，蟋蟀在瞄我，这边的话来，哇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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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打中，没有打中，他们的15时间的话往这边来了，对，往这边来了，果然哦，来修理一下，我们的弹药架被他打坏了。他还想要躲，对，他还想要躲，这边的话来我们来和他对抗，这场的话是要赢是不可能的，小伙伴那边出事情了，这台15时间想要躲，我天，哎呦喂 ，OK， 我打得中你哦。OK， 我们这边的话打带跑，他们的蟋蟀来了，他们的蟋蟀来了，对对对，他们的蟋蟀来，我们这边的话只能打带跑。对 ，OK， 来 ，OK， 哇，我的天，我的天啊，躲一下蟋蟀 ，OK， 完蛋 ，GG， 啊，我的天，OK， 好，打输了 ，OK， 第四场的话我们打输了，3307哦，发现两个敌人哈、哦，我小伙伴那边出事情了，中轻型两台哦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出一个伤害哦。然后我们的215的话没有好好的资源，这台215的问题比较大，我们给他一个棒棒、哦、然后蟋蟀的话跟其他小伙伴是走另外一边，我们这边有失误、哦、可是他们的失误、哎、一开始的话看起来比我们更大，尤其他们的这台260、哦、可是没办法，他们的失误后面有得到一个弥补，我们这边的话就一直失误下去、哦、然后导致最后就是打输了。 OK， 3300、哦、也没用，不过至少没亏钱、哦、OK、哦、就是小伙伴每次玩的时候要尽力把每一场都玩好，哪怕是打输哦，只要不亏钱哦，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问题哦。因为平常的话对战一定有输有赢嘛 ，OK 哦。我们把自己表现好过后哦，然后你输的话就会像这样，哎，也不亏钱，就还能接受哦。就是说不要说，哎，打输了然后又亏了一堆硬币哦，那样的话就比较不划算一点。这边的话来小伙伴很勇敢哦，来哦全部冲哦。我们的话轻型坦克一台，还有一台蟋蟀在那边 ，OK， 他们两台在一个右手边进行一个支援，我们喊小伙伴坚守岗位，对，坚守岗位，我们这边的话来上，自己来上哦。哇 ，7201，OK、okay、哦 ，7201 慢归慢，可是它的那个体型的话，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它虽然说慢，可是你不会就是感觉有违和感。你如果玩那些，比如说1100啊。玩猫啥，他们走得慢哦，你就能特别的感觉出来哦，这很有违和感哦。这边的话，这也算7201的一个小优点嘛。这边的话，来他们的那个 MK6， 哇，躲他一下 ，OK， 有穿，他马上切换了一个金币弹嘛。我觉得他是马上切换了一个金币弹，然后他这边的话，很像来给我第二炮吗？没有，他没有想要给我第二炮，他们去乌坦克应该是在家里，我这边的话要小心一点。嗯 ，OK， 我不能出去，这边的话。这边的话出击太危险，我们小班 C 点已经占领下来了，所以目前的话对方压力会比较大。我们的 BC25 的话 OK 哦 BC OK BC 不要上，停哦停哦停哦，不要上哦，坚守岗位就好了。我们这边的话等等我们小伙伴，哇这边的话来他们坦克又来了，哇 IS8 OK 来金币弹，金币弹他想要用金币弹伺候我，绝对的哦。三坦我们的 C 点两个大哥还不上，我这边的话都要来了 ，OK， 进攻进攻，我这边的话都要被打了 ，OK， 来再打他多一炮，我这边的话要退了 ，OK， 来啊来啊，你看疯子来了，OK， 进攻，我要支援大哥 ，OK， 我要支援 ，OK， 哇，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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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穿没穿没穿，大哥没穿，没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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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的天哪 ，OK， 他们的那个 IS7 没了 ，IS7 那个不是 IS7 NK6 吗 ？NK6 没了，可是我这边的话还是很危险，哇，这是 IS8。他想要自杀式冲锋了，我们来撞他一下，不要让他过，对，不要让他过，我们用个正面，对对对，用他当掩体，然后先把他带走。哇哇，我的天啊，你的履带发挥作用了，糟糕糟糕，来先把他带走，对对对对对，先把他带走，我把这台 S7 顶住 ，OK， 不要再让他向前了。这边的话，来我们来做一个牺牲打 ，OK， 有吗？有穿吗 ？OK， 有穿有穿，来我这边的话，来 nice 漂亮，小伙伴救了我一把。OK 哦，小伙伴有醒过来哦，不然的话就出事情了。哇，我的天啊 ！OK 好，来来来，我们这边的话还能玩了，我们的分数已经很高了。这场的话玩分数我们也能取胜。可是我们小伙伴很像很拼哦，想要上了。这边的话来金币弹之后，哦有哎，有穿哎，有穿有穿有穿就赚。他们的那个155的话很像绕到我们 C 点那边去了，对155绕到我们 C 点，哎没有又回来了。OK， 我们的100 OK， 让我们100做一个盾牌，我们100的话血量很多，这边的话来这台好好瞄准
说圈说满，给你一炮 ，OK 好。他没穿，我有穿血钻。哇，我的天，谁 ？VCO， 赶紧摆一个正面，赶紧摆一个正面。这边的话来，他进装天了，进装天我们不要理他。他会来吗？对，他会来，我们不要理他，我们不要理他，我们来打这牌。再给他多一炮 ，OK， 有。OK 哦，偷赚哦，再赚多一炮。OK， 哇，这场就赚大了，这场的话赚了59000的银币哦，打了5126哦，发现两个敌人补助326 ，OK， 漂亮，这场的话绝对漂亮。勋章的话给了我一个60000 ，OK， 行，这场的话取胜了哈、哦，来做 ending 场哦，5000多的伤害，哇哦。OK 哦，很久没玩7201了，感觉还算蛮顺手。还没忘记他的感觉，因为基本上我都在玩重型坦克比较多。诶，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最喜欢的就是重型坦克，再来的话就是轻型坦克、中型坦克，最后才是驱逐坦克。OK， 驱逐坦克是我玩的最少的。我小伙伴这边的话 ，OK， 咦，有人和我打招呼诶，我们给他一个那个微笑 ，OK， 我开心玩了。他这边的话他是做我的对手 ，OK。OK 对面的话 N6 的话是我工会的小哇、wow, 不是耶，这是我工会的人啊，我的天啊 OK 哇、wow, OK 要跟我微笑 OK 他 OK 遇到同工会的，而且还开一台 N6， 我这边的话有小小压力了，这边的话来都在玩占领，我们也占领，对，我也占领，我不和他玩第一波了，我小伙伴这边的话1234 OK， 我这边有四台战力哦，他们这边的话很像也是四台战力，而且他们占领比我们快太多了，架枪了183也在架枪了， N6 在这边， N6 在这边， N6 在这边，哇、哦、土龟哎呦喂呀、啊、土龟 OK 突破口土龟，有一台土龟能打，有土龟能打，他们的183土龟都出现了， OK nice 漂亮，土龟没有血量了，这边的话哇、哦、这台小伙伴 OK 我这个 N6 工会小伙伴有啊、okay, 这台哎呦喂呀、哦、我的天，他们的中型坦克也犯错了，这边的话来有一点优势，我们小伙伴那边的话压力会比较小一点，坚守岗位哦，183是在我这边的没错，我们看能不能突破他，他们的 30B 的话目前是被架着了，对 OK 我吃炮了，我这边的话我们上，我们给小伙伴一点信心，他们183走位了，走到那么远去哦。OK 来打，他两炮装填，我小伙伴这个是两炮装填的OK 不是啊，敌人啊 OK 哦，他现在不算我小伙伴，现在是我的对手，我们这边的话来把分数占下来，对，把分数占下来，他这边的话来啊，往前，对，哎呦喂，哎呀我的天，没刚刚失误，这边的话来失误，我这边的话来我压一波 OK 来，他们183在瞄着我 OK 赶紧躲一下，瞄准183没183开炮了，可是他没打中我，他很像打中我60 TP 的小伙伴，行，这边的话能取胜，分数优势非常的大，诶，我们要小心这台183就行了，我们先绕，先把障碍物先躲一下，他183要装填好了，对，183要装填好了，你看哦 OK 哦，刚好我躲到障碍物这边来了，行， S8 的话在下面没有威胁，两台中轻型的话抓不目前暂时抓不到我们的小伙伴，OK 行，小心玩，这场能取胜，我们来把这个 B 点占领下来，今天不要伤害了，今天把 B 点占领 OK 来给你一炮OK 他直接吓到退下去了，这场的话能取胜，我们摆兔一直在喊救命哦，这边的话来不及救你了 OK 来不及救你了，这场的话他们还是4-4、哦、我们还是要小心哦，来靠一个分数取胜，他们的 T22 来了，对 T22 来了， T22 上来了，哇我看不见人耶，OK 行，他们剩三台，两台在我前面哦，非常的清楚哦， S8 的话应该是在下面走过去跟他们汇合，诶没有，他走不远，他在这边，来我们这边的话上面拦截这两台中轻型哦， OK 来，他这边来了一台，再见来不及挥手， OK T22 呢， T22 应该是躲起来了，在这边对，在这边来，没穿 OK 我们的7201的装甲果然是很棒哦，很极致哦，正面OK 好，来取胜哦，保守打法2367哦，诶 OK
没有发现敌人补助186，我小伙伴给了我一个棒棒，我们这边的话来一样、哦、给他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开心玩哦，就是不要谩骂什么的。 OK 哇 OK 哦，算我运气好。OK 算我运气好，这边的话来侥幸取胜哦，来2363没亏钱哦。OK 好了，今天哦和小伙伴玩7201哦，这边的话我们是赢了5场哦，然后输了1场，想小班看得开心哦，然后也记得帮我点一个赞，你们的点赞是夏天制作影片的动力哦。这边的话感谢大家，然后还没订阅的话赶紧订阅起来哦。这边的话一样哦，谢谢大家哦，就是大家都不嫌弃的，就是来看我影片，然后帮我点赞。这边的话爱你们。OK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边了，想小班看得开心哦。下一期的话我会再做其他坦克的影片，那我们下一期见喽，大家拜拜。